姐姐，你们这农村应该养了不少土鸡土鸭吧？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湖南湘西的一个苗寨景区，然后我们去看看这个石祠里面，寻找一下有缘人，看能不能上到饭了啊。刚刚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大姐在摘菜，穿着苗服，我们去问一下那个大姐可不可以在她家里吃个饭。姐姐你好，你在摘菜吗？是要做中午饭的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吧。我是这边那个过来旅游的游客。我是从那个陕西这边过来的。哇，这么远。对对对，你们这边是景区嘛，所以我们过来看一下苗寨。我们这里是苗寨景区，是在那边。也很近的意思。这边是一个村子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这里是。看到你们这边有一些木房子，然后很特别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，老屋那个木房子。老屋哈，你是要做中午饭吗？是的。你看，我们方便在你这边吃个中午饭吗？可以吧，但是没有什么菜，我们。哎呦我的妈！就这个青菜，青菜最好，就吃这个青菜吧。那好，那就吃那个家常便菜吧。可以，就农家饭就可以了，能吃饱肚子就行。您贵姓大姐？您贵姓？我是姓龙。姓龙是吧？龙。哪个龙？就是龙王的龙吗？龙大姐啊。那谢谢你啊，大姐啊。大哥，那你们不嫌弃我吗？不会不会，怎么会嫌弃呢？您家不是这个房子吧？你家在哪？在哪里？远不远？不远。这个是我，老房子是吧？房子，你们家的新房子在那边，你们这边都穿这种苗服吗？是啊。你们洗菜就在这里洗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水井嘛。这个水是纯天然的吧？这个水是自然的。这里就是我家。也到你家了是吧？对对，刚才那边就是老房子。这边是你新房子啊？对对对。哇，这个是干嘛的？那个？这个是我们这里的那些，农村妇女坐在家里没有事做的，全部他们就做在这一行。就是这是纯手工工艺吗？纯手工的呀。帮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卖的，是干嘛的？他们是挂在这里可以卖嘛？这是小孩子戴的。小孩子戴的哈，全部都是帽子吗？还有鞋子哈。还有鞋子。哇，做的好好啊，这是好巧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里，那些老人家白天就去干活，回来的时候没有事就做这个。这属于苗寨的一个纯手工工艺是吧？对对对。您一个人吗，姐姐？我们家有一个人，我老公他上班去了。姐姐，你们这农村应该养了不少土鸡土鸭吧？哎呦我的妈！鸡没有，有鸭子。有鸭子啊，白天好不好抓？不好抓，放到田里面去了，抓不起来。要晚上才回来是吧？白天抓不到。对对对。里面去了。那今天就是吃不了鸡，吃不了鸭了。那个土鸭蛋嘛，就炒土鸭蛋给你们吃了。好，土鸭蛋呢？对对对，那就炒土鸭蛋给你们吃了啊。行。鸭子是抓不到了。再给你们炒一个腊肉，一个土鸭蛋啊。好好好，都可以。菜园里面的那个青菜。行，大家都喜欢。越简单越好。这个要不要洗干净是吧？对，就在这里洗，对，你们洗一下嘛。我是这边那个旅客旅行，就是中午在你们家吃个饭。可以吗，大哥？那你们我先忙，我有事了。那你先忙，姐姐已经在煮饭了。你是那个龙姐姐的老公啊，刚刚从外面回来。你不在家吃饭吗？我还有事，吃不了。还要出去办事是吧？对。那你慢点，大哥哈。好，没事。就是拿腊肉招待客人的吧？那就是有那个腊肉，其他的都没有。我们那老家的腊肉也这样烧，也是这样。也把那个皮烧一下。这个肉都是我们自己养的猪呀。土猪是吧？土猪呀，然后。你们苗家也是特别好客哈，也分人是吧？也不是每个人都好客是吧？没有，一般的人过来都一样的。一般人过来都有饭吃是吧？对对，都有饭吃。
只要碰到有人在家，他会做饭的啊、哦。一般都有饭吃。都有饭吃的。那是一定。煮鸭蛋，那个白菜苔，家常豆腐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就开始吃饭了哈，辛苦龙姐姐了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。饮料也不要，饮料也不要。对，不喝酒，不喝酒。来，赶快来吃，赶快来直接吃。我们把饭吃了就可以了。小孩多大了？大的多大了？大的25、26了。结婚了没？还没有结婚。是女儿还是儿子？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也就是你自己种的，对啊，就是很吃的很多。我们吃一下这个聊斋的大肉哈，很香。这土鸭蛋，你看金黄亮色的啊，自己夹着吃啊。好，特别香。这边平时游客多不多？多。是吧？现在不怎么多，就是前几年嘛，每天都走来走去，我们家门前的很多人来。我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游客到你们家蹭饭吃的？有。有吧？啊，就是我们不是第一个来你们家蹭饭吃的。以前有的是我朋友过来嘛。哦。像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是你们是第一次。王博士第一次来我家。像你们这种家庭，就是真的很美好，很幸福。现在我们饭已经吃完了哈，吃得非常饱非常饱。还是老规矩，咱们去回馈点礼物。姐姐，来拿点东西。你又别这么客气啊。那个东西你们现在收下。你们也太客气了。特别谢谢姐姐哈，谢谢姐姐。东西你先收下，不收下的话我们就不好意思了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感谢你，感谢姐姐热情款待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又要走了。我们去酒店玩一下，去玩一下。住一天吗？不用，我们要感谢一下啊。等会儿我们去景区去看一下，玩一下。好的。谢谢姐姐，好，谢谢好。